冲！他怎么会吃到这边来？这边这边这边。Nice！Nice！聊天室，你们知不知道我最近换了3080？我跟你们说的是，有个东西我在实况上一直没有提到。可是如果是用 NVIDIA 显示卡在玩特战英豪的话，有个东西一定要开，你们知道吗？对，没错 ，DN 池 ，NVIDIA 的这个 Reflex 的 DN 池，它的设定是在画面一般这一边的一个 NVIDIA Reflex。那这边你可以按开启或是开启，然后呢 Boost， 它是你900系列的 GTX 的显示卡都可以使用。不需要 G-Sync 也可以用，它能够有效的去减少大部分画面上面出现的一些延迟。如果你用 NVIDIA 显示卡的话，你一定要开的东西。然后因为我最近刚安装了3080，所以我想要说马上来试试看3080的效果。因为有一些游戏它有支援这一次的光线追踪，近期的射击游戏大作呢，应该就会是 Call of Duty 这款。我们来跑个剧情看看。我在实况玩游戏，尤其是射击游戏、竞技型游戏的时候呢，我的画质都不会调太高。但是玩剧情模式，我觉得是还蛮适合的。所以不论是你在做相关的一些内容上来说，你会发现，可以开的画质很高，让自己个人体验的比较舒服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 NVIDIA 的一个 Reflex， 胜败仅在毫秒之间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延迟会变得很低啊。人物在移动的时候跟赫兹数感觉很像，你不用搭载 G-Sync 的萤幕，你也可以开 Reflex 这个效果了。像大部分的射击游戏都有支援了，比如说 Call of Duty、Valorant 或者是 Apex 这三款，现在应该算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。你大家去注意看一下说，如果你有开 Reflex 的话，它的反应速度哇，其实会强蛮多的，尤其是这一块。你注意看，这是反应速度是越低越好的，也就是说它给你这个画面的感觉几毫秒之内会呈现出来。如果你玩特战英豪 ，NVIDIA Reflex 一定要开。那我等一下玩的 Call of Duty 我也会开 Reflex， 我很期待说是用3080去跑 Call of Duty 剧情模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，因为我会开光追，那我也会再开 DLSS。你们知道 DLSS 是什么吗？其实我当时在研究 DLSS 的时候，我还蛮讶异的。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屌，它的中文翻译其实蛮有趣的，深度学习超高取样。简单讲，它就是一个突破性的人工智慧啦，就是在它的显示卡里面可以去大幅度的提高整个显示卡的效能。透过了人工智慧 DLSS 的渲染技术，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把画质调高，可是 FPS 帧数也不见得会降低，具备更高的效能，但不会牺牲画质。没错，然后这个影片其实它有一般 DLSS 有开跟没开的区别。它的 FPS 的帧数差非常非常的多，然后画质也有差。不带一提，你现在如果有买3080或3090的话，它会再送你 Call of Duty 黑色行动冷战最新出的 Call of Duty 系列。来看它图像哦，这边图像呢，我是直接开屏幕啊，更新速率240Hz没问题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Reflex 低延迟，这个一定要开，100%要开，我都是开到强化了。因为用3080的关系，我全部调最高，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模型品质高啊，反射高，全部都开到最高。还有 DLSS 这个东西一定要打开哦。那 DLSS 它还有分说 8K、4K 或是一般的。那我这边是用品质啊，它系统建议需求是让我用品质。然后动态模糊我个人不喜欢，所以我会把它关掉。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。那我想要把帧数的关掉。好。好，那按 Auto 加 R， 你会发现到右边这边有出现，就是它的 FPS， 然后你以及现在在呈现的延迟。因为我个人有在开台，然后我没有实况机，所以它的 FPS 一定会比较低，一定会比较低。那你自己本身在用3080玩的时候，帧数绝对是更高的，因为你没有开台，合理吧？听起来蛮合理的。很多玩家在买 Call of Duty 玩的是什么？就是个人单机剧情模式。真的，这个东西太好玩了，必玩，100%得玩。如果有 G-Sync 开来会比较好，效果会更好。但是你不用 G-Sync 的萤幕也可以开 Reflex 的延迟。你萤幕虽然是20Hz的，
但是如果你有开这个低延迟效果 NVIDIA 的 Reflex， 你会发现它会更顺，有差有差，差蛮多的。你们看到这个地板吗？光线追踪，这个地板反光反射到最快，这边也是，这画质真的超赞的啊！其实我以前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我没办法想象画质可以这么漂亮哎、欸。然后呈现的延迟，你看这边，你可以看到右上角呈现的延迟，就是目前你一个人物如果拉出来的话，它的延迟效果是什么？哎、哦，要干人了是不是？哦，你们注意看这个地板颜色的反光，反射到这个车的屁股的灯的位置，这就是光线追踪的厉害啊，真的是超屌的。然后地板上的水都会反射到任何的光线，那这边这个印象出来的是这边的位置，真的蛮好看的。我觉得未来有可能射击游戏会变成说大家都要开光线追踪，然后你要透过地板上的水的倒影去发现敌人可能在你背后，然后你再去把他反杀，有没有可能做到这样子？感觉蛮有可能。Bell, welcome to West Berlin. 西柏林。哦，所以我是零。我代号是零，我是一个暴力倾向的独行侠。OK， 那妹子好像蛮正的耶。其实我在思考一件事情，就是真的在这种世界，很能打的或者是冒险者，他们的女冒险者或者是女特务理论上都不会太正才对啊。她身上应该很多伤痕，然后腿很容易有疤，整天滑来滑去，然后在爆炸现场干嘛的？理论上应该不会太正才对，不是吗？我这个想法是合理的吧？还行啊，没有很糟啦。长光在那边讲指示，我在那边看妹子，他干嘛？他会抽烟呢、欸？可以挡一根吗？小姐可以挡一根烟吗？哦，开干了，开干了，开干了！我感觉这个武装直升机很屌，连哥吉拉都射得掉。哎呦 ，RPG！ 爽的啦！接下来就是要我接下一个任务，是不是？了解。嗯，还不错。这天我觉得还不错。聊天室你们感觉怎么样？啊，我觉得。3080玩起来的感觉真的挺舒服的，平常在这样跑的时候的 FPS 帧数，在我画质全开的情况下也是有60以上的。那大家如果玩 Call of Duty 的话，记得啊，记得你的 GeForce 900系列显示卡啊，就可以开启了 NVIDIA Reflex 的一个低延迟。然后呢，你们的效果光线追踪一定要开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有上到30系列，光线追踪一定要打开。超棒，然后 DLSS 记得也要开哦，然后看你的萤幕是什么，如果你是 2K 的话就用品质，如果你是 4K 画质就会开效能，如果是 8K 就开救急效能，这个东西很重要， DLSS 一定要开。这个深度学习超高取样技术对 FPS 的帧数提升是非常的有帮助的，如果你有兴趣购买3080 3090的话，记得他会送你一个 Call of Duty 黑色行动冷战的游戏序号，你就不用再花钱买了，
蛮不错的，蛮佛心的。然后呢，再来开启里面的一个光线追踪 DLSS 来体验一下个人剧情打起来的感觉，非常过瘾。奇怪，为什么打喷嚏？有人在想我。